看看，好痛，好痛，好痛。今天是草莓塔。应该草莓塔，所爱草莓塔，我是一个都不放在爱的人。接下来画白板，今天是草莓塔。现在看浪梦，好，好哦，好，没有问题。OK。大家如果想先看浪梦，可以先去看浪梦哦，可以的。嗨嗨林果，嗨嗨泡泡，嗨嗨九蛋，嗨嗨北原，嗨嗨花生，嗨嗨冠杰，嗨嗨包子，嗨嗨 TS， 嗨嗨拼拼，嗨嗨小叶，谢谢泡泡的啾啾你哦。嗨嗨小叶，嗨嗨花生，嗨嗨数学课本，嗨嗨泡芙大叔，嗨嗨豆科，嗨嗨阿龟，嗨嗨 Dragon， 嗨嗨 Eddie， 嗨嗨思豪，嗨嗨思涵，嗨嗨游戏 Hero， 嗨嗨 Ting， 嗨嗨 Alex， 嗨嗨冰彻轩，嗨嗨少凯，嗨嗨奈奈，谢谢数学课本的行李箱，嗨嗨企鹅，嗨嗨 后影，嗨嗨安，谢谢数学课本的和你一起，谢谢思豪的浪漫玫瑰，哪时候开始庆生？还有下礼拜的时间。哪时候开始庆生？剩半个小时的时候吧。这样是几点？7:30、7:30、9:30、9点。没有，可是我如果先跟你们说我什么时候要庆生的时候，大家就那个时候再来就好了。所以我不要跟你们说，我不要跟你们说，这样你们才会一直留着。今天的刘海好失控。一直会不太能吃饭吗？我现在嘴巴蛮痛的。谢谢 CKU 的和你一起，不是哦，是就是草莓塔，对，没有特别哪一家的。嗨嗨影婷的，谢谢你的追踪。哈喽さん、ありがとう、こんばんは。嗨嗨，无敌猴子，嗨嗨，青海，嗨嗨，坤坤，嗨嗨，永尼，嗨嗨，鸡，嗨嗨，晴天，嗨嗨，陈，嗨嗨，命，嗨嗨，季风亮，嗨嗨，微醺，嗨嗨，樱桃喵，嗨嗨，水滴鱼，嗨嗨，笑笑。呀，他又跳过了，他又跳掉了，怎么刚好这时候我在提前班？好，路上小心，草莓酱。
哈永尼哈哈口就哈哈夜兔，嗨嗨，不会跑来，对啊，你好精明，当然啊，哈哈娱乐，嗨嗨日头哈哈加速，嗨嗨二月寿星来报道，生日快乐，哈哈本王梅子，哈哈博维，哈哈卤肉饭。嗨嗨 Lolly， 嗨嗨 Ricky， 嗨嗨，跟上次的痛不太一样。那直播大家很介绍今天 ，OK OK OK， 好好回到家，直播再补档就好了。小心小心，不要没电，太可怕了，没电太可怕了。嗨嗨晴湖。双指头封面是因为有点痛，就他偶尔痛欸，他没有一直痛。谢谢流浪兔的枫叶，嗨嗨是红，很多人应该都会看完吧。嗨嗨羊圈里的鹿，嗨嗨正源，嗨嗨建议，就是谢谢 JBG 的追踪，原来是会用，但我现在没有吃药。嗨嗨二哥，现在在外面忙，没好看，没关系，没关系 ，OK OK， 没问题的，慢慢再回去慢慢补档就好了 ，OK 的。来自香港，你好。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次的牙根比较短，然后轻轻就是摇个几下就下来，可是这一次麻药打得比较重，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下排比较有感觉，但就这边会就是拔的地方的下面嘛，就是这边就是有压它就有点痛，但我现在都没吃药，应该是正常的吧，因为我没吃止痛药，我这次只吃了两次的止痛药，拔牙前跟拔牙后，对，然后我就没有再吃止痛药了，哎，两次还三次，对，上次是吃了五天还是六天才比较好，然后这次是吃三次，大概间隔四个小时了，大概吃了十二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当然会痛，不是啊，那个就感觉不太一样的痛。没练我真的比较有效，就有好比较，我觉得也是伤口比较小，但还是会有点痛。可是因为我没吃止痛药，所以才比较有感觉。对啊，麻药重比较没感觉，但退掉比较就是还是会有感觉。退掉的时候，就是它退很久，因为我一开始拔的时候就。哦，如果你们现在要去看《浪梦》，可以先去看《浪梦》。我前半个小时先不讲，先不过生日这样子。对，我怕有人想看《浪梦》，前半个小时分享我的事情，完全不痛。对，现在就是有一点点感觉，但我觉得我还可以撑住这样。感觉你在分泌口水，就是要对。有比较痛吗？我觉得没有上一次痛，而且上次是一直流血，这次是没有什么流血。纱布拿起来之后就再一点点而已，就一下下，没有很久。就跟前一次很不一样，前一次真的是就是流的天数有点多。谢谢娱乐的真情告白。你这样昨天能吃的东西多吗？可是我现在都能正常吃，只是吃比较慢，有点不太舒服，但就可以正常吃，就是速度慢一点。对啊，拔两边吃东西不方便，真的不方便。昨天就吃比较慢，对，牙根的差别。回来了，欢迎回来安，嗨嗨梦宝。会有点什么？对啊，就比较不舒服。这次也是有一点点，但就是
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他还猛吧？昨天没有白饭啊，怎么吃春酒会有白饭呢？又不是吃热炒。对，牙根没那么深，没咬那么久，对，蛮快的，大概都咬四五也没有到四五下，大概十下，两边都十下以内就结束了。但还是就是，可能还是要少讲话，让自己多休息一点。你们是上桌就抢完了哦？没有，我们这桌是我一块一块帮他们一人夹一份，所以没有吃多吃少的问题。盒菜应该要给白饭，盒菜都给油饭不是吗？没有白饭不就很空虚？有油饭啦，有油饭。医生有夸奖你说这次很棒吗？没有，医生问我说，原来我前面好像已经打了。一管吗？一管还一管半呢、啊？还是两管？我有点不太知道。他就打，然后我就不动这样。他前面就打了一管还两管的一般的麻醉，然后他就问我说会痛吗？他就拿那个可能就是可以测那个牙龈会不会痛那个尖尖的地方，他就测说这样会痛吗？我说哦不会，但他开始摇的时候我就哦好痛哦，然后所以他要帮我补那个。好像是说什么筋管哦，就是比较重一点的麻醉，对。然后他问我说：“你平常有喝吗？”我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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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完完全全没有。”医生啊，医生啊，我只是比较怕痛而已，我对痛感比较灵敏一点。医生说：“你有喝吗？”我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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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你知道我张大嘴巴，然后一边很错的看他：“你平常有喝吗？”对啊，有喝酒啊，因为喝酒好像，对，但我没有那个，没有不那个没有在接触那个，对，然后我只是比较怕痛而已。哦，手摇有啦，手摇有啦。烟酒嗓就是遗传来的。老烟枪而已，没有啊，不是看起来很大，是麻药没感觉，就麻药打下去还不够重，没有啊，就还是蛮痛的，可是他后来比较重的那一支麻药打下去之后就好很多，但麻药退超久了，你知道我那时候拔完的时候我就是然后拔完没有感觉，然后我就不知道嘴巴到底有没有闭起来，因为这次是两边都是下排啊，所以就等于你这一片全部都没感觉，这里都没感觉，然后就不知道我的下排嘴巴有没有关起来，然后就这样，然后我以为我关起来了，我以为我用力了，结果其实也没有用力，然后嘴巴就开，然后就我就滴口水，然后我就震惊，它滴到我手机上，因为那个麻药真的让我没有感觉，我到底。有没有把嘴巴闭起来？就是，没有，你们不懂，那个麻药下去真的很重。就是他真的打，就是比较重啊，就是这边都没感觉，然后我有一种在摸那个生猪肉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且这边以外啊，全部都是麻的，然后就哎摸怎么没有感觉，你就觉得像摸生猪肉，好惨，哈哈哈路真的蛮惨的，是真的是会没感觉啊啊，然后就是我那时候看手机，然后我不知道嘴巴没有闭起来，我就在看，然后那口水滴下来，然后后来就那个医生说，医生那个可以给我一张卫生纸吗？然后把手机擦一擦，然后把那个。卫生纸折一折放在口罩里面，对，然后就这样才不会滴口水。有感觉到有东西在摸，但是很像在摸生猪肉，你知道吗？就是口水帮你拿芝麻？没有，谢谢。对，就是你没有感觉你嘴巴闭起来，
真的啊，我已经处理了，怎么还没有闭起来？这怎么可能这样啊？然后我处理啊，这样，而且我这个还是没有闭起来，水后生猪肉形状，有感觉到摸，但是没有那个，就是会得吃猪肉想到我先那个脆皮吧，但现在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是会痛痛。就牙齿拔完有没有点比较小？应该是没有了。可以看这切很多颗，这样跟这样，切完多了，但基本上下排没什么差，而且我下排拔比较后面的那一颗，对，这边拔比较前面，如果拔后面你应该比较看不到，但就还是蛮不舒服的。下排是后面的，因为后面牙根比较短，就照 X 光的时候看到牙根硬生生比旁边短了一截。我那天没化，我那天没化妆，我那天素颜，我连银眼都没戴。不过风会有点大，还好啦，但这边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就讲太多话。跟吃太多东西，会这小就吃果粉的猪肉，我炸猪排啦。很酸酸，就是会有一点痛痛。这是豆蔻的戳戳泥，完美脱下一块肉。选对啊，娜娜前辈唱的，最近学什么？我以前有学过哎，安亲班的时候，看内心有压力，对啊。我都觉得就是轻松就好，我去牙看牙医都超轻松的。没有，我觉得这样子放着比较普通，因为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都痛一下痛一下痛一下，还记得吗？忘得差不多了。娜娜送的邮票，真的假的？想要。AKB 吗？还是 STU？ 吐的口水才会滴下来，现在是不会滴口水，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块有点痛。医生在送我软糖。我以前看那个感冒的时候，医生都会给我贴纸。我觉得最后一针一针。哦，原来如此。那我会邀你，但我不是会讲话的人啊。七进七出有一种错，什么意思？代购是你的好朋友，是哪里 AKB 的吗？我没有在曼谷，我那次牙齿有点痛。哦，朵梦的全方位跟柳絮联名的，原来如此。不然我们先来写一点字，但就可以不用动嘴巴。一组4000吧，可是你已经删游戏了。我没有删游戏啊，我没有删躲棒。他还猫喊4000日币吗？日本邮局的商城才买到，哦，好吧。
拔牙都不太喜欢讲话，嘴巴好痛。日月好像台币太贵了，游戏代购不会很贵了。啊，碎日币。可以画什么？蛋糕，今天是一七果草莓塔，一七果塔鲁是吗？这样念吗？我也不知道。啊，牙痛害我很不想讲话，今天想当个安静的李丽丽。耶，我喜欢，真的吗？嗨嗨，小翔，自动解除安装，那还好吧？那是暂时的，还可以再下载回来啊。不太久，四月十二才啊。一七果，对，我要当安静的美少女。那我要画一个一七果。一七五，一七五，好，可以开始报名字了，来吧，大家来吧，你们可以先打，我可以先画画。我等一下再来一次写。等一下哦，用什么颜色好呢？黑色好。有两个月以后不会太多人，我们都这样啊，我们都两个月一起，没关系啦，之前都不会写嘛，之前都不会写嘛。颖婷是一月、二月生日的吗？一月哈。我毛血。博威。我的心闻，丝毫。小爸爸和本年队啊，
他在看戏。我觉得海多超看起来很多，他感觉都不会动，对啊，蛮痛的。嗨嗨虫，嗨嗨婷花，嗨嗨潘森，今天是嘴痛痛李丽丽。现在还看戏，对啊。会写妈妈，会写妈妈。结束了，嗨嗨佩拉，嗨嗨福福喵，结束了吗？哦，8:06了。嗨嗨老沙，嗨嗨勇滚滚，嗨嗨哲伟，1月3日，真的会写满吗？2个月这边刚从浪梦城镇过来，嗨嗨俊佳，谢谢钟颖的告白气球。我洗一下。有四个成员，倒写比较小哎。1月有写的有写的，差点弄到衣服。目前这样子，我は一人で激しい雨の中ずぶ濡れて戦った。目前写了这些，没在上面的请出声哦，出声，出声一波，牙痛痛，梦吧二月，好嘞，嗨嗨绿茶多多，嗨嗨，梦吧，娱乐有啊，这里，这里，这里，有看到吗？
也是蛮好看的，真的吗？谢谢。我是不是应该写大一点，那就会写满了。命也二月吗？你有买东西吃吗？有蛋糕，有塔。但我有买那个，我有买那个。那个叫什么？布朗尼。嗯，好。谢谢羊圈里的鹿的香槟 level one， 谢谢。对啊，拔两颗。这边，下面两颗，所以我下排很痛。谢谢日安的甜蜜爱心，谢谢。新饭可以介绍这是什么活动吗？这个活动好，我挑小心一点。这个活动呢，就是从啊，这个活动是从李涵涵生日那一年开始的，那一年。谢谢阿轩的啾啾你哦。谢谢花菜上空棒哇，是几年？三年了吗？为期三年的企划，为期三年的企划是吗？2019年3月，对，为期三年的企划，我这样一个企划能做三年，我也是蛮不简单的。对，刚开播就有了活动，谢谢学代爸的钟情玫瑰，对，为期三年的企划。也要来到第四年了，对，这企划好久了。对，然后他是由莉莉会，就是我会在直播跟大家募集，就是一二月有哪些粉丝生日。谢谢明妙金鱼的和你一起，对，然后就是两个月会帮大家过一次生日，然后会在双数月的最后一次直播播。谢谢圆滚滚的一封信，谢谢罗尔的会员票，好歹参加三年的企划。对啊，三年的企划，哎，我怎么这么坚持这么久啊？也人关机，三年企划，不是那个企划了，一个意思，对。偶像的热量跟钱包无法负荷，所以变两个月一次。谢谢命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伟的星辰，谢谢圆滚滚的好多枫叶，谢谢 Rubber 的浪漫玫瑰。活动三年来头一次参加这个活动，对啊，人好。写哎，还没写，好，我写一下。喂，我刚刚有写到。谢谢娱乐的真情告白。前面一开始是一个月一次啊，但钱包跟热量负荷不了。而且主要是我个人，很看蛋糕，对，不是每一个蛋糕都爱。海绵蛋糕比较还好，但乳酪蛋糕跟千层蛋糕可以。吃蛋糕企划当然不是啊，是帮大家过生日企划。我一个不吃蛋糕的人，然后每次都帮大家买蛋糕庆祝，然后蛋糕都对，就是对，都不吃。你喜欢里面有水果吗？看什么水果啊？炸元宵蛋糕，那真的超地狱的，超可怕！谢谢阿 Q 的啾啾你哦，耶、yeah ！对，不喜欢也是要讲究，
还会自己做，但妈咪考量按厨房按钱，但我就没有了，就是看那一阵子忙不忙，不忙的话就可以比较多时间去想要做什么。他们看不完，再来整颗 Lady M 吧。杨雄赞助，杨雄要赞助整颗 Lady M。不喜欢，那几集才是精华，哎，每一集都是精华，好不好？我帮大家庆生，不是精华吗？这样我太贴心了。水果松饼，还有松饼，那一家我真的很爱，我真的是会特地去买。谢谢小树的课本，救救你哦！耶！你怎么还记得答案？我还有想过要不要那个鸡块，鸡块的那个鸡块的蛋糕，这样我也可以吃得很开心。是的。这个特效都有加装哎，我觉得好棒。嘿，君的给的，噜嘛噜嘛噜，皮卡噜嘛。烧肉蛋糕还真的有想过哎，不过可以自己做啦，我不一定要拿那一家的。谢谢钟颖的钟情玫瑰。要付多少糖醋酱？很多。刚开始以为是自己找机会吃蛋糕，没有。其实我没有到这么热爱蛋糕。对，会买蛋糕帮大家庆，就是帮大家庆祝。对我们家来说，蛋糕常常是拿来 for 拍照的。烧肉白饭蛋糕也不错啊，也还不错啊。白饭蛋糕不就把它塑成那个样子吗？无糖蛋糕不会有无糖蛋糕，那就不好吃了吧？给相机吃的，对，给相机吃的。会附糖醋酱哈，但我最近蛮喜欢之前那个肯虫酱跟泰式酱。大家如果要写生日都可以跟我说，感觉可以。Concept。影城路啊，好想去看哦！Hey, what's up? 肯虫还好吧？我觉得肯虫酱蛮好吃的。公布材料让粉丝一起做，没有？你知道我炸厨房都是临时起意的。嘿，最印象深刻的蛋糕口味，应该是什么伯爵茶之类的吧。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伯爵的味道，就是我觉得伯爵茶的味道我不太能接受，所以它算是对我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爱的。对，然后就走心。不会啊，为什么会走心？那表示你们技能点有点到。我们每个人的技能点都不太一样。对，蜂蜜芥末永远缺货，蜂蜜芥末也蛮好吃的，我有一次有吃到过，觉得好棒。哦，是佛手柑的味道，不喜欢，柑橘味不行。假生日可以吗？不行，不行。我只点到变胖，我做蛋糕也是不能吃的，可以慢慢练习啊。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就会，都是靠练习，会是靠练习啊。因为可是有人跟我说过生日快乐的，不要再鞭尸了，谢谢。
可爱能练习吗？可以啊，可以练习，可以练习。寿险有加成员吗？还没写，我想说，因为那个会勾到，会勾到那个下排，等下会勾到那个手，所以等下再弄。我比较喜欢之前啊，甜的我倒还好。没有，数学是天分，不是可以练习来的。蜂蜜芥末酱，前天我不是想到，没有，可是那要配那个啊，鸡块的。莉莉的可爱是天生的，哎呀，怎么那么会讲话呢？无情大枪，可以示范怎么练习可爱吗？不要啊，不要啊 ，No。比较喜欢什么？可爱是吃来的，可爱是吃白饭练来的。那可爱是长了两颗水瓶智齿，可爱来的。两颗水瓶智齿，你只要有两颗水瓶智齿，也可以跟我一样可爱。好可爱，哈哈卤肉饭。康也是天，谢谢艾迪，我的康大概是遗传啦，不是天生的。可爱代价真高。嗨，海方如，妹妹终于成真，我祝你长两颗水瓶智齿，谢谢，我真的就真的长两颗水瓶智齿。但我还有一边啊，遗传谁了？妈咪啊。锵！这边还没拔，我这边拔完，剩这边。遗传不就是天生的吗？没有，天生有些是，你知道，天生就不一定是，就是你爸爸妈妈有的，对，像天生可爱就不一定啊。但你遗传的话，是其中一个有就会遗传，对。小时候就不敢了，干嘛这样？啊，没两颗不可爱，对啊，只有我比较可爱，因为我有两颗，至少也变可爱。对啊，拔完就会变可爱哦，因为你把你的智慧拔掉了，所以就比较强一点，是不是更可爱？有时候也会长歪，啊，强会发炎，对，天生没有了，没手跟没腿应该也是遗传的，头有点痛。为什么？我最喜欢的日本料理哦，很难选哎。我很喜欢吃日本料理我都蛮喜欢。最喜欢拉面吗？拉面、寿司都蛮喜欢的。你看到阿公的 Q 吗？可爱跟智慧是互斥的吗？是哦。生鱼片可以啊，可以，但是要看什么鱼，跟什么场合吃，很新鲜的那种可以。一人要不好吃，好吃另一回事。拉面好吃，冻饭，但我不喜欢，我喜欢定时，不喜欢冻饭，因为我觉得冻饭它的料会把饭弄得湿湿，所以我不喜欢。手指，我可是没手当当的。有金的尾鱼要看呢、欸，好多家都是哪家、啊？我只要细的面都可以。谢谢志玲哥的小鸡蹦蹦。对，我只要细的面都可以。对，粗面不行，所以我不喜欢吃乌龙面。什么鱼不吃？我只吃鲑鱼尾鱼，其他没有尝试过，也不敢尝试。但牛洞可以，但亲子洞不行，亲子洞打咩，猪排洞也不行。对我来说，白饭跟那个就是他们全部都可以分开吃洞啊，他们就是不能出现在同时出现。荞麦面，我以前蛮喜欢吃荞麦面的，但就是荞麦面是少数能接受的。对，我头有点痛，为什么？
我休息一下，我嘴巴休息一下。为什么牛可以特立？因为它不是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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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呼呼的那种，不是太闷，就是不知道，可能讲太多话吧。牛排骨，我不喜欢，我就觉得炸的应该就是要，它要炸就是要全部都是干的，它不可以。对，不是后脑勺，是太阳穴，不是后脑勺。但我在这没有吃止痛药。没有饿太久啊，我刚刚有吃那个 Donkey 的那个烤牛肉串，还有吃那个团子，所以我不是肚子饿，可是头有点痛。对，东西就是要干干的吃，不可以湿湿的吃，它如果湿湿的吃就不好吃。哦，不能薄荷油，薄荷油我直接下播，薄荷油我直接下播。我不敢沾，然后上次有沾一点芥末试试看。我觉得也不是喝水，因为我最近喝蛮多水，我最近蛮认真在喝水的。伤口发炎，麻辣锅了，我不行哎，我也不爱。按摩，喝完下手，然后我会看手笑鼠。汤泡饭可以，就是看东西啊，我就不喜欢黏黏的那种。因为他是电击球员，对呀、啊，阿基哈巴拉。不，我不能薄桥，就算我的偶像超爱薄桥，我还是没办法接受薄桥。要不要扶着脸颊说话？我不知道啊，我是这样感觉是这样连上去的。跟你吃山药泥饭，我没有吃山药泥饭啊。现在怎么都有画面，就是栗子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画面？大家看应该有吗？眼压过高是吗？还是因为我银眼戴太久？汤泡饭，对啊，因为那个饭还没有被泡烂。饭如果泡烂，但粥我也可以，就是蛮看东西的。酱汁就很看，我不喜欢黏黏的，就是你知道亲子冻它会再加蛋，然后蛋不会煮全熟，但这蛋如果煮全熟可以，但我还是比较喜欢分开来吃。还是吃个特效药，在我的床边有画面。对对对，黏黏的不行，烩饭啊，烩饭就分开吃可以，就是跟咖喱饭一样概念呢、啊。特别神奇的神奇，我吃山药你也吃饭，但我不吃山药泥饭，对他们要分开吃，都可以。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也没有很喜欢 TKG， 虽然娜娜常很喜欢 TKG。半熟蛋，我们不是，我不能接受半熟蛋。会放要怎么分开？你就不要搅在一起啊，那个崩跟那个料不要搅在一起。半熟蛋只吃日本的，他们可能比较对那种东西有更多的坚持吧，比如说半熟蛋要怎么吃。对，一口山药一口饭，对，要有粒粒分明的感觉，放分开说，要湿的饭可以，要湿的，对对，干净纯粹，对对对，感谢帮我，感谢帮我，解释，反正，哎 ，Tim 不是吃了五碗吗？但我怎么觉得你的五碗蛮小碗，感觉你吃得很痛苦哎，他碗有很大碗吗？感觉那个五碗是我可以。我可以附和的，对，不能搅在一起。白饭就是吃的时候喜欢到底，对。这个不够大碗吗？真的很多吗？真的很多吗？加一点油，你为什么要加油？当时看买到，好吧。没有画面，没有声音，没有法。
那把它那个划掉，城市划掉，再进一次试试看呢？不行耶，真的很多，真的吗？它是多大的碗啊？看来要吃一次，是多大的碗？哎，小安，你怎么摸摸潜水？嗨嗨，嗨嗨，黑杰克，嗨嗨，琴壶，嗨嗨，乌诺，旁边看到哭。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平常常吃饭了，我问我或安安或许可以，但你要一个平常不常，就是不会把饭。不会一直吃饭的人吃五碗就蛮硬的，对。我还快吐出来，有看到那个影片，辛苦了。吃到脑袋放空，有那个影片有看到，非常扎实。听的话，对啊，没有，因为我觉得我食量真的蛮大。可是李采洁还好，就我自己的食量蛮大，所以他说你家食量蛮大，应该就是我的食量蛮大。他很爱吃饭，怎么他不爱吃饭？他是爱吃白饭的教徒。但你们在大忽悠，我们刚好是极限。卤肉饭可以。大忽悠很好吃，我很爱。实际上好像还好啦，吃五碗很猛哎、欸，爱吃白饭的甜，对，把白饭当配菜，那白饭是主食，应该什么东西都要配白饭。大家也喝三百饭，他想看你可以吃几碗，地下暂停，不太好啦，吃饭的 vlog 啊，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挑战就蛮有压力，但你如果在无意间就是一直肚子饿可以一直吃的话，那反而可以吃更多。就我反而不喜欢就是设一个目标，我就想看看我可以吃多少。对啊，比吃白饭炒煮银锭，不然未来办一个大胃王企划。爱吃白饭的教徒。哎，吕喵居然是推彗星炒面了，我现在才知道，真心真白饭选项。那 Daisy 要推谁出来？ Bellflower 就推我跟安安了。女主都有，应该会是也不会到拖累啦，就是他吃比较少。你我觉得我第一碗就不行，熊妹安安音组全部。白饭说是小迪，梅祖的大胃王啊，梅祖的大胃王 ，Daisy 就小迪跟 Momo 吧 ，Bellflower 一定有我，还有谁特别能吃啊？吃到很撑应该是四碗吧。四碗，可是我汤喝超多碗，我汤喝大概有五碗嘛，五六碗。小迪那么，小迪吃寿司很厉害。小迪摸栗子。五碗饭应该是超出他的，配汤吃饭。就是，可是因为我会没有啦，我是四碗饭，然后加蛮多碗汤，因为我喜欢喝汤。请确定，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我觉得把我很好养，只要给我白饭就好了。汤好喝，我也喜欢喝汤。鲜食天鲜混搭哦，我不行天鲜混搭，我也不爱喝碳酸，因为我觉得碳酸会就是牙齿会不行，就是它会觉得怪怪的感觉，后面会很可怕。可是我都会边我很喜欢吃柚子酱，就是柚子醋
柚子醋，对，我觉得柚子醋很好吃。然后我很喜欢，火锅喜欢配柚子醋，然后我就可以吃很多。不是会染色，就是牙齿会有一个怪怪的感觉。白饭很好吃，我超喜欢白饭，要是是火锅之类的。啊，小舅也是哈。碳酸，我不喜欢碳酸饮料。谢谢哈塞上的钟情玫瑰，ありがとう。柚子可以，但橘子不行。柑橘跟荆棘柠檬可以，但荆棘不可以入菜，入菜不行。理发，柚子茶好，柚子茶好，我不喜欢。对，白饭软软的 ，QQ 弹弹的，太好吃。沙拉柚子酱好吃，蘸，但我更喜欢蘸牛肉片吃，好好吃哦。不喜欢卤菜，客家的鸡酱，看是要加在哪里啊？白饭配葱油超级香，配那什么，什么鸡油啊，什么什么猪油那种应该都蛮好吃的。茂谷柑，我没有很喜欢吃纯橘子，对。但就真的是很累，真的。米心有头的，对对对，不要米心没头，炖饭那种不行。对啊，烧肉会附柚子酱，喜欢。嗨嗨，草莓酱，好快哦。我们也喜欢 QQ， 谢谢。不行不行，大家不行。第一次买，哇哦！好好期待，请好好期待，未来请入深写真这个坑，值得你入坑，莉莉指定起来。都没有人要说一下自己生日吗？指定你的，谢谢。三月的会哇吗？对啊，又还没三月。三血的坑很神，三血都超正，这人就不会讲话，是只要有我都正。我才看到某大学生论坛，我被那个推荐直播，我又不能乱讲话，我要乱讲话，等下那个第一次来看我直播就被吓跑。二月六日又写上去了。谢谢数学课本，救救你哦！限制器是什么？乱讲话，对啊。可是我就对，我觉得平常有点惊，对，你知道我就对很不敢乱讲话。无底深坑，请入坑啊！推荐你平常的样子就很强啊。有多强就有多强 ，Alex。哦，好，我没有写到，我写一下。我来写一下。耶，我写上去了。正常的，很喜欢你强强的时候，但强强的时候就不偶像啦。张子张你的包袱，对，又呛又呛，很棒啊，吸引人的点，但就很呛啊，大家喜欢呛的吗？啊，但我一直觉得要聪明一点呢。
如果我今天是男生，我会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呢？我会喜欢短发，啊，可是我会喜欢那种聪明的黑长直，好像也不错。可是短发可爱啊，啊，我如果今天是男生，我会喜欢哪一种？谢谢圆滚滚带你去流浪，新观众打招呼的剧本。你会是滴滴，我不是滴滴啦。像我的真爱就是娜娜前辈。谢谢欢迎战士的香槟，你会很花心，你们才花心啦。如果我是男生，我会。说我刚。如果我是男生 ，TTP， 你最喜欢谁？啊，我喜欢谁哦？我跟你说，绝对不会喜欢我这种。是男生，我会喜欢谁？啊，有点难哎。要我现在的什么个性什么之类的吗？如果依照我现在喜欢的话，我当然是会选短发的。但我觉得，假设我今天是一个男生的话，我可能会喜欢，就是长发，哎，就不会是短发了。啊，好难选哦。我品涵太媚了，我不喜欢太媚的，就是我要。啊，我不知道我如果是男生的话，我会喜欢哪一种。假设我现在的就是感觉换成男生的话，那我喜欢哪一种？如果我现在是男生的话，我就是以我现在的设定换成男生的话，我就已经很会照顾人了，所以啊。我要会撒奶的，会撒奶哈，我不会，然后要可爱类型吗？哦，不会是七七，七七太解了，我应该没有喜欢那么，啊，好难哦，我应该不喜欢姐姐，我喜欢同龄或比我年纪小。啊，七七的姐姐感太重了，天才不用自己挑也是，听起来很渣。平衡不是很爱撒娇，但不知道平衡的媚感太重，我想要，很难讲哎，我那感觉超渣的，超级渣男发言哎。你好可怕，就是，我如果是男生，然后我又长得很帅，我会不会就是中央空调啊？我就是渣男了，就是。好哎，很难选哎，我懂你们的纠结了，我懂你们的纠结了。然后这么多优秀的，就是真的是挑不出来。我们可以讲本家的前辈吗？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应该会喜欢彩西前辈那样子的，就是女友感整个爆棚啊，然后很婆，不是男
你知道是 TP 的各位都太熟了，就是你知道不知道哎、欸，就是太熟了，就是就你知道有的时候要就是站远一点才可以，就是你知道身处在其中会太幸福。ゆいりさん、哎，好像是哎。手套无法选择吗？对啊。好难选哦，我来想想看，我来想想看。不行，感觉应该可以挑一个啊。嗯，我喜欢，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应该会找一个就是，可能薪资跟我差不多，就是，可能可以比我，如果我今天是男生的话，那不行，女生要比我笨一点，对，就是他如果太聪明的话，我会说不过他。嗯，对，应该要比我就是要比我笨一点，不然我会说不过。找样看爱是什么意思？哦，比不爱什么意思？哈哈，要比你笨是也不用，就是要可以跟我合拍的，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太聪明或者是就是你可能会没办法沟通，我觉得这种可能不行。不能太呛啊，就是还是要聪明的时候。音组都太媚了，对，音组不行啊，不行，我现在是要以一个男生的角度，我刚想说小慧好像不错啊，又后来不对，感觉我今天如果是男生的话，我或许不会喜欢短发的女生，我应该就会喜欢长发的女生。他觉得歌不错啊，可我们不能跟爸爸抢绝歌。嗯，很难选、啊。小薇当女方太可惜，真的。我自己就不会觉得啊，我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一定会觉得我超吵的、欸。我应该觉得，你家里怎么这么吵？对，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一定会觉得我自己很吵，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但我是一个蛮追求安静的，但我就有时候就觉得我自己蛮吵的，就是我想叫我自己安静。不能哦，不能抢，不用先考虑吗？一组一位哦，啊，难选呢。哎，你们讲的容易，就是你们自己来选。嗯，怎么好像在翻那个、哦？就是，你知道，看就是，这样感觉好渣哦。花名字，剩下每月都要选，很像在选妃耶。我觉得诗雅蛮不错哎、欸，如果是男生的话，因为诗雅就是会有一些意外的地方，蛮可爱的。然后可是他又很成熟，然后又很就是很会，就反应很快。
对，是呀。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是呀，很聪明。对啊，可是聪明归聪明，可是会塞奶呀的感觉。对啊，会塞奶，然后又会照顾自己。不要在那当场说没有没有，是真的。就感觉是呀，就是，就感觉很适合，就是当女朋友那种感觉。就是我太媚的我不行哎，就是对，我还喜欢有聪明一点的。后宫佳丽斩前线了。啊！可是如果当我今天是女生的时候，我会觉得短发的女生很可爱，这真的是角度会不一样。如果今天是男生的话，我应该最喜欢长头发。那我今天是女生的时候，就蛮喜欢短头发，然后觉得短头发的很可爱，是不太一样。是短头发是哦，他们好可爱，我好想成为他们那种可爱的短发女生。但就是不知道，我觉得长发就是有一种魔力嘛。就说目前想，因为我说我现在如果回归到女生的话，就我觉得短发真的是蛮可爱的，就很想剪短，但就是我又蛮喜欢我长头发，我就是一个矛盾的人。高桥彩音啊，很可爱啊，我觉得彩音前辈超可爱的，香，短发香。偏妹系的成员是哪些？我们整团都偏妹系吧，我看看啊 ，Mina、李彩杰、子萱、瑞婷、安安、一家其实也蛮妹的，雨林、晨晨。布丁，对啊，就天使团啊。天使，男生看小晴，小晴，小晴，我可能会对不到哎、欸。会不会选小智？想要被伊拉干啊？可是我会想要长发长腿耶，长发长腿感觉就很美啊，像我这样，像我这样。这么强势会吗？但就是会塞奶的妹啊！你看，你看，他都跟柏林塞奶，那我跟柏林塞奶都不会有那个。经典妹系，对啊，典型妹系，对，就是我妹 this 林一有哦，林一好像也蛮妹的，噔噔噔噔，对啊，解系比较少，还有那个三姑六婆系在这里。某某怎么样？蓝哥，你怎么最近喜欢 Q 某某啊？小迪，我觉得解系妹系不能是二分法，因为有些就是你身，就是他比较 close 一点，就是他比较会是你身旁会出现的人，就是他不解不妹，就是你隔壁同学会出现的那种。对，小晴会认真回应，可是他有时候可能会天外飞来一笔，突然讲一个我听不懂的东西，然后我可能会没有很好做出反应，可能他就会难过，对，我会接不到他的球。
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一直去是妹妹，对。如果你是男生，身高可能不够，不会啊，因为我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就不会是这个身高了吧？长发长腿，不要聪明又不要美。麻油。妈又太聪明了，我只是好奇，没有，你就只想问问，你就只想问问，算了，没事，赶快交那个100天出来。哦，对，七七是那个母系，对，不知道频率，对对，我觉得频率蛮重要的。媚系不要太聪明，我不是媚系吧？我一点都不媚，我超姐的好不好？我哪里媚啊？我明明就超姐的，我是媚系还是姐系？你们说，一定是姐系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有点呛，不在线以外，其他是姐系吧？请问教官，啊不行哎，我要笨的彻底，像我就笨的彻底，就是就不懂，就是不懂。两个小甜互求求，真的哎！你就你这个身高，一直想象男生要多高，起码要178吧，178到180到185，差不多差不多，不要185，185上有点太高，就178到185这个区间，对，183感觉不错，对，如果是男生的话。要想聪明，要笨的很难。没关系，我可以笨一点，然后就是生活会过得快乐一点。哎，我算女生高的嘞，所以我180应该还好吧。妹，哪有我哪有妹？我明明就很姐，很姐，好不好？大声点，亲爱的妹，没有，我很姐，我超姐的。比女友高多少？好问题耶，我没想过，可能到肩膀吧。就我希望他是这样子看的那种，就是，虽然他可以穿高跟鞋，但是起码要这样子看我，对，要可爱，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这种会？没被你照顾过，我很姐好不好？常打篮球没有啊？我说，哎，你们说我如果今天是男生的话，而且我如果今天是男生的话，我应该是蛮帅的男生，是吧？感觉可以什么，就是什么参加一下男团嘛，对，或者是就是练个什么。街舞啊，那种就很帅，你知道，就是会有一群迷妹的那种。女友司机，小妹妹，我不是小妹妹。165的，但我还希望我再长高，我希望我167、168，不然170也不错。大量的男性离开掉，哎，你们自己问我，如果我是男生，我是男生哦，不是，我觉得男生应该要怎么样？是我如果我是男生，你们不要自己问一问，然后结果自己没有听懂题目。追家里哦，追家里还是不错。漫画里帮你配对好了，谢谢你的夸奖，哈六嫂，拜拜，晚安。很帅可以讲到破功，不会。我今天如果是男生，我一定是一个很有磁性的声音，对。
越来越渣发言。你指力这么强？哈，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想要，就是如果我是男生，我应该不会就是变练很多肌肉，我应该是那种书生型，然后就是不知道哎，书生型，对，应该不会是那种阳光的。对啊，我如果是男生，我会变这样，感觉我应该还是蛮好看的，然后会是那种蛮会打扮，然后头发会抓。对啊，我如果是男生，我会变这样啊，还是我会打游戏啊？感觉我现在想的这有点太美好，还是我就是一个会在家里打游戏的哥哥之类的。对，然后很喜欢让妹妹生气之类的，看起来很像，实际上很强，不要很强，是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就不要很强了。没有别的很嗨吗？可是人家搭讪你会讲不出来吗？什么意思？人家搭讪我，我要讲什么？身高后面点多少？不会啊。可能我165点多，但我不会不会记得我165点多少。敢主动搭讪女生吗？不，我不会主动去搭讪女生。因为我自己是，就是我自己其实蛮害怕，就是如果有人搭讪我，我会虽然我平常都可以跟大家很就是像朋友这样聊天，但我其实实际上遇到搭讪的时候会讲不出话来，我会很紧张。对，所以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可能不会去搭讪女生，因为我觉得会就是他可能会很紧张之类的。你分解沉默片段的那回事？对，磁性。第一天扎，我没有扎，有人起好好烧香，小奶狗，赞。我如果，对啊，感觉如果。那会长了一个可爱脸呢，团宠型。啊，我如果是男生，我会长怎样？好难想象啊！活泼不行，书生就是要功课好。就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就是功课就是蛮好的这样。不会数学哈，可是感觉就是数学很厉害啊！哦哟。你看我很吵的书生吗？没有。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就会很安静。然后就是什么唱歌很有磁性啊，对。对，不是正太型的。哈，可是我又希望，平常是帅帅，可是如果就是什么，对什么女朋友之类，会那种撒娇的那种，对，要有差别。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也蛮可爱的吧。帅帅的男生，然后会跟大家撒娇，感觉好像不错哎。肯定是中央空调，没有中央空调。口交间处理门工作，没有你，我知道，辛苦了。可爱脸的男生，这男生就要去北车晃晃去大山，不会的，不会社交怎么渣？没有啊，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在对的场合去 social， 但你不能走在路上去搭讪，我觉得这样有点怕怕的。真的很帅。叶子性格感觉是地系是吗？是地系的吗？你就会就跑过去在打耶的那种吗？你变成这还是不会打游戏吧？有可能欸。对，路上女生遇到女生会要赖的那种，罗兰，书生会打扮，书生也有会打扮的书生吧，很帅的斯文派，无当，社恐现场突然不搭了。
帅渣渣，可爱脸上的帅渣渣。功课完好，对，这是我本人的愿望。功课完好，对对对。啊，可是我就觉得，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怎样？可是如果都当帅哥了，不当真空调哥，会不会有点可惜啊？危险发言，没有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知道，还是对啊啊，但我喜欢当那种就是平常是高冷类型，然后只对什么女朋友暖，只对朋友好的那种。平常心仪人，因为旁边是，哎，但我觉得，哎，对，我蛮想像心仪那样子。对，如果要比喻的话，游戏选角，变成男生女生，不会吧？你知道我们长得半岁不像？今天怎么聊变男生？我也不知道啊。这个空调不要这样了。海王，海王，你不是专情男。大家朋友觉得很辛苦，这个就不要了。心意很。对啊，就是，可是你知道，心意就是收获了一票的，就是粉丝。对，但心意也没有，心意很木头哎、欸。这样听，不要、啊。广大人士就少很多机会啊！谢谢 CKU 的，给我小心一点，谢谢。但我觉得，感觉我应该会蛮想像那个心仪一样，对，就是平常会有对他斩断所有桃花，就为只为留一个小兰，对。但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这么木头啦，如果我是男生的话，那个木头会气到晕倒、欸。不过，可是小兰也蛮相信他的、欸，就是心仪讲什么小兰都信。柯南是空调，对啊，柯南怎么可以当空调？他怎么可以有小爱又有不美呢？对不对？然后他又有很多啊，但我好像没想啊，没有没事，行行行行，一点都不木头，只是在小兰面前不会主动表示，可是就是要主动表示啊，不然怎么知道？你看吧，那就是木头释放你的怒气。不能不能木头啊，可是会不会不是木头，会不会就是中央空调啊？那个大家发言，会员不美，你们是柯哀派还是新蓝派？我是新蓝派，对，老高的正常，还有另外的妹妹，是不是？不是空调，只对你一个人说情话。科技啊，科技派我也给，科技派我也给。不太暖的中央空调，温度设置有点低。新蓝，可爱，怎么这么多可爱派啊？也就两种极端标准吧。好了，那我在中间好不好？我可以偶尔木头，可以偶尔渣这样。新蓝转成可爱，不歪不歪是谁？
小安才是每个人的。新一季的，新一季的，安室跟那个、啊，安室跟那个，哦，他问他叫什么名字？安室跟赤井也不错啊。啊，不然那个啊，哎、欸，那个不是，安室不是说过，安室不是说过那个什么？日本就是我的老婆还是什么？我忘记剧场版那个名言是什么了。这个事情不行。哦，对，真源是最正常的，纯真。赤爱有戏啊，赤爱我还好哎。不美小爱哦，暗示赤井，暗示赤井，快清，快清我还好，因为我对快斗还好，我觉得他太屁了。哦，我的女朋友就是国家，哈哈，太棒了！元太光彦派怎么走向越来越奇怪？谢谢呼麦的一封信，青酒心不行哎、欸，可爱加鸡蛋不行，我最不能接受就是鸡的，我觉得他太坏，他怎么可以就是。装就是化妆成新一的柯南的本尊，然后去撩小兰呢，这很不行哎、欸！你把那个他叫什么亲子嘛放在哪里？元太只能当对，元太只能当鳗鱼饭好不好？青酒就等光彦长大，什么意思？记得很主动，不行，记得可以跟柯南，但记得不可以跟小兰。又坏又帅，记得比心好多。不行，我可以心，不可以记得。平治和叶，真的哎、欸。哦，我喜欢佐藤跟高木。哎、欸，我以前因为佐藤，我超想去，就是我未来职业有想当警察、欸，我觉得当女警好帅哦、喔。本尊太木头。记得两个星，他就算长得一样还是不行啊！道德上都不对。你快可以说高木老弟，不要！对，我就官配派，对我一直以来都是吃官配派的。CP 还有 CP 切片自己。但我以前觉得，我觉得柯南的角色都画得蛮帅的，对，佐藤很帅又很正，真的是太棒了。高木佐藤真的配，真的是白鸟不要，白鸟赶快去找小林老师，白鸟不可以，白鸟不可以压抑。阿丽跟富人会还先不要好不好？超级警本法穿妹妹，那可以很帅啊！没反应的夸张。白鸟很奇妙。木木要跟小绿。木木要配小五郎，不要你们不要。白鸟不行。小兰姐真的，小兰妹妹真的，走向越来越不正常了。等你们，小五郎已经有了，对啊，小林老师啊，白鸟。準備してる。富二代超级警察，真的，他们全家是什么？都是法那个什么律师世家吗？给他回生日，真的。玩得很开心哎、欸，但我聊得好开心哦、喔，我怎么会这样呢？千叶跟苗子真的是，可以画快一点吗？啊，看他们真的是会觉得，哦，拜托你们，到底可以进度快一点吗？
道歉，快睡着，对不起。你讲的这种伤害，对不起啊，因为这是我的话题啊。有没有人没有在上面的呢？对，有人之前真的可以交换。有没有没有写到的？皆さん。这种看的话，环节还没啊。就是在上什么人快结婚救命，全 CP 配对，哈，就不倒了。那我之前，我以前都觉得我比较喜欢柯南，对，我应该现在还是比较喜欢柯南。因为我觉得新一太屁太屁了，不会完结，会完结吧？不是说出到一百集而已吗？灯火写了，写了吧？我写了吧？还是我字太丑？这里啊，觉得笔太粗了，看不出来。还有喵喵写的，我是不是不能把字越写越小，这样不会有写满的一天？很多喜欢日存爱存爱喜欢柯南就指哪个？我是说柯南，就是不是真爱控，就是柯南的个性就是一起长大这样子。记得跟小安说不行，我跟安室一样金头发，安室也很帅、欸。我很少喜欢就是皮肤比较黑的角色，对，安室是唯一例外，因为他真的太帅了。都好在剧场还有可乐王，好，洗衣机都是都大概是可乐王，好，平次苦苦，平次我不行，国民老公，国民老公，安室真的帅，安室，安室可以啦。黑吉，黑吉不行，黑吉不行。居家好男人，嗯，我怎么没办法聊柯南聊这么开心？我每次柯南哇话题一开就很开心，平常好像太偏爱心，对啊，单细胞哦好。连原子都有交往对象，哎、欸，原子哎、欸，原子哎、欸，兄弟们食谱，你的日常快可以动好，但是真的很烦，突然摸一摸回去就跑不见，是不会啊，新一眼摸一那个看了一眼之后就跑不见了。他们也是约会约约，然后结果就是跑不见，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了。安室的女朋友叫日本，景色正常的，他哪里正常？他才是不正常的吧？有谁可以那个炸掉一栋那个建筑物，然后再盖一栋啊？看来他很忙。因为单恋合约很棒，但我就没有吃，我没有很吃平和 CP 哎、欸。说国家是你有这种玫瑰味才是最厉害的，然后就很多人说，我从今天名字改名叫国家。自我系的有钱，超能力，真的是超能力，它是这个超能力。原子养我，大家好，我叫日本。
计设计很这款，真的，炸一顿可以的。それでも彼女は歌って求め続けた。超能力無敌，说有超能力，哒哒哒哒。开心铃木，他可能人会一次太多，应该都没有了吧？那写成员喽。広がってる。贝克街的王林真的很厉害，越来越多人了。正常人是没有名字进的，真的。有挂名的都是不简单的人。有没有没有写到的？我们跟杨洋萝卜谢了，谢谢。那我们差不多来唱生日快乐歌了。米娜桑，谢谢，包子祝祝你哦。広がってる。你们最近应该会很常看到我嘟嘴啊，然后微笑之类的。谢谢，谢谢大家礼物。好，那我们要来唱生日快乐歌喽。好，我们先来唱名一次。哎，我们先把我们的塔拿出来。我现在倾向于买小一点的，不然每次都吃不完，好浪费。买太大的吃都吃不完。好危险的感觉，哇！好，好，我懂了。线上不要 ，sorry 啦，因为我缺牙的关系，要让大家发文多了一个工作，补牙。来，由于这个塔实在是不太好停放，所以就放在我的手上。好，我们来插蜡烛，耶、yeah ！里面是卡士达酱，感觉很好吃。
好，那我们现在念一次名字。一二月直播粉丝生日会，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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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花山 Lolly、博维四号、小叶 River、Akira、娱乐、游戏 Hero、阿鬼、灯火、这个 UNK、米悠人格、草莓奖、AD、哈流桑、中影、弘毅、酷美、Pet、少凯、梦宝、Min、人豪、小猪、Alex、可乐王、单细胞，成员有林妮妮、阿杰跟 D， 耶、！Happy Birthday！好，我们要请出我们每次都会有的那首歌了。然后找不到地方放。猜想成呆毛类，不是呆毛类，是那个，它也不是类的表面张力，惊喜的泪水，它叫什么？涙サプライズ。因为看到十二月生日会，好香哦！好，对，各位生日快乐！如果喜欢莉莉的话，可以考虑录一下糖坑哦。我就拿到一只没有的赖打。眼神死，等我一下，我再去拿。我竟然拿到没有的赖打，傻眼！啊，好远哦！还有瓦斯，我也不知道，我去拿一下，要不要等我一下？哎呦！噔噔噔噔噔，嘿！香哦，好 ，Happy Happy Birthday， 好，我们要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喽！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大声大声，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嘿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嘿！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笑死！耶！祝大家生日快乐！祝一月、二月的粉丝。花山洛里博维斯，好的，我这样好像有点危险。哇、哦，谢谢 Eddie 的魔幻烟火，谢谢，谢谢，谢谢魔幻烟火。好，我继续念喽。然后花山洛里博维斯，好，小叶 Rapper Akira 娱乐，小心 Hero 阿贵灯火 CKUNK，
米柚人格草莓酱 Eddie 哈利乌桑中影红衣酷美 Pet 少凯梦宝命人好小猪 Alex 可乐王单细胞成员林依妮阿杰迪耶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耶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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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エーイ生日快乐大家可以开始许愿了修图哦没有他原本就是歪的他原本就是歪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歪歪的我从包装拿出来他就歪歪的我没有修图修图的话后面会歪啦但他没有修图他就是原本蜡烛就歪歪的对它太长了可能那个收起来的时候有折到还是怎么样它就歪歪的许愿大家许愿来第一个愿望开始啊它不是因为我修脸还是推脸怎样的、哦、是它本来蜡烛就歪歪的我要为什么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嘿！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嘿嘿！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嘿嘿嘿！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嘿嘿！这样可以吗？希望世界和平。喂，小脸特效不是小脸特效，是蜡烛有弯腰蜡烛特效。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大家可以许愿哦，不然我可以帮你们许愿。得到。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活动满满。有生日的大家赶快许愿哦，机费难得哦。机费难得，请大家把握机费。机费难得，想听你的愿望，给我许哦，给我许吗？希望一切都可以赶快变回跟以前一样，不管是疫情还是什么，希望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变回就是大家所想的那个样子，然后大家希望的都可以实现。对，机费难得，直接放在许愿的愿望。对，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有包含了好多好多，就是变，希望都可以跟以前一样。第一个愿望，再给我三个愿望，不行哦，打妹哦。第三个愿望，好，我帮你们许完了。我用了好多人的愿望，那我们再唱名一次。祝花生 Lolly 博维斯好小月 River Akira 娱乐游戏 Hero 阿贵灯火 CKUNK。米柚人哥草莓酱 Eddie 哈利桑中影红衣酷美 Pet 少凯梦宝命人好小猪 Alex 可乐王单细胞还有林依妮阿杰跟 D 生日快乐啦！大家吹蛋糕咯，一二三，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耶！生日快乐啦！那我们今天就这次好，我们没有切蛋糕的环节，但切蛋糕，切蛋糕是什么？烤，切蛋糕，切蛋糕。你弟弟讲话老红，所以讲话变得奇怪。好，我们先来吃。耶、yeah ，好，那我们象征性，我们吃草莓好不好？我们从这颗草莓来，大家来手握好。我们要吃草莓咯，好，178，我们聪明气质暖男，没有没有没有，切蜡烛咯，吹蛋糕咯，好，好，来。
怎么挖不上来嘞？哇！来，啊啊！我开始考虑我这样怎么吃。嗯。嗯，蛮好吃的，还不错，意外的。很酸吧？我觉得还行哎，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酸。它下面是卡士达酱哎。啊！还有酸猪，还行还行。嗯，等我一下哦。ありがとう。ピッツァの奶油有点难耶，因为它没有很，就是，啊，不要，这样脸会黏黏的。嗯，收了收。我觉得奶油甜度蛮刚好的，蛮好吃的。嗯，那下面是塔，有没有人要找我去拍美食节目？今天晚上自己没吃晚餐，那我是不是吃太开心？我还没吃晚餐，那就是我的晚餐。你说这口感很好吃，没有，我的吃东西的样子就是最好的形容。不用，我的表情就代表了一切，多好吃都写在我的脸上。你说我很硬吗？有一点，但还行。嗯，这是什么？不要立 flag。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要咬下面，就一定会粘到上面。别满足草莓，满足的草莓，满足草莓是什么？
晚饭就到家再吃。还没截图啊，没关系，那个可以补档，可以补档。很可爱，跟谁比？好，我吃半个就好，不然我吃太久。那一定是小丽有以前背啊。直接啃饭怎么吃？那不直接啃要怎么吃？不直接啃挖怎么吃？是很有气质的用挖的吗？但我现在没有平面可以挖，可以正常啃吗？就这边两边有点不太舒服，对，就不要一次吃太久的，应该都还好。网络好了，回来。嗯，嗯，它刚好戳到那个牙洞里面。嗯，不要治愈啊！谁不会被可爱的女生治愈呢？嗯，断面秀这样吗？它卡到牙洞里面了。哦，原来只有我这么豪迈吗？只有我这么豪迈是不是？好，那对不起我，我用叉子吃。好，好，我把这颗吃，这颗草莓吃完了吧？好，我们就今天就先这样。啊，真的好好吃哦！吃完再清，不是，它是卡一下，然后就马上可以清出来的那种。我现在就尽量找我可以吃的完，不然很浪费。嗯，用叉子会吃完上面才开始动它。豪迈的吃法，我真的很豪迈的吃法。嗯，可是这才是真实的我，哎，真实的我都这样啃，我没有在跟你们客气的，好不好？最真实的我，如何吃好吃的东西，直接拿起来啃。嗯，还好我穿纱裙。它掉进去了。对，奶油下面是卡士达，卡士达酱。对啊，要不是我把牙线吃完了，它直接拖慢我的速度。再咬一口，最后一口。你有沾到鼻子吗？哦，没有。嗯嗯嗯，它全身功能，你看，反正要洗了。最近都下雨，我积了好大桶的衣服。
对，喜欢吃但讨厌会掉很多屑屑。哎呀，我没有感觉，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技术不太好。真的很好吃耶，再吃一颗好不好？嗯，好夹好夹，完蛋，我要再吃一颗，再吃一颗，嗯，就。还是干掉鼻子，再一口就没了，不知不觉就吃完了，但很慢，我吃很慢，再一口。再吃一个草莓，好吃哦。但甜点这种东西真的是，那个伤体重也伤荷包。嗯，没有发光，放屁了。下次呢？好，真的再咬两口。好了，可以够了，还是掉屑屑。好，不然我等下播会把它吃完。好像不可以掉粉，那就掉，再一口，太好吃了，太好吃了。配点卡士达酱，好，嗯，好，啊，嗯，都是雪雪，有的，我把雪雪吃干净，包括沙犬酱。哇，我真是越来越没有偶包嘞！我居然在直播上吃这种容易掉屑屑的东西，这还真正的放下偶包，我直接不管它有没有屑屑，要最后一个草莓，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那个越吃越多。对啊，真的要扫地板。但我又把屑屑都吃干净了，那吸尘器来吸一吸就好了。时日大鱼偶包，嗯
哎、欸，我真的是没有看过这么会吃的偶像，应该我是第一个。谢谢雨乐的戳戳你。嘿嘿嘿，下次挑战绝饼。哎、欸，我有买绝饼哎、欸，我去东体有买绝饼，它在冰箱里面。然后我还泡了绿茶来喝，看得到吗？要泡了绿茶来喝，然后吃甜点就要配绿茶。真的有，也很会吃。看到好像我知道萌子柯南贝贝，对柯南贝贝。我知道萌子，我以前觉得他好厉害哦。谢谢博成的小代笔，谢谢。我以前都觉得他吃东西吃起来看起来好好吃哦，那些有种幸福感，不知道各位看我吃东西有没有这种幸福感。我也是挺会吃。谢谢数学课本啾啾你哦。谢谢摸鸭子超厉害，看到你就会有了幸福感。现在是不是感觉差不多来念吧，因为我觉得我最近还蛮棒的。对，我们要给自己信心。对，我觉得我最近心情有比较好一点，是对，我很快乐，很快乐。我们放下一点执着，就会更快乐。谢谢豆客偷偷喜欢你。对，放下一点执着，就变更快乐。虽然我今天还是没有准时，但我很快乐。有啊，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虽然我还想再跟你们聊一点。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自信心，因为我觉得自信心某方面是就是自恋吧，就是要爱自己才会有自信啊。可是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快乐，是不是因为我的 IG 没有变成压力呢？对。那我也有点久没有跟，我一直想着要自己要很快发文，就念起来的场景还好啦，还好，我们可以下次再聊。可以胖胖吗？面包超人，这你不是你想打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就好像要赶快多发一点。我很喜欢爱吃的、啊，然后没有办法吃东西。可以不要放闪吗？你要尊重在场的所有人呢。你有设定时间的提醒吗？没有哎、欸。饭拍很多哎、欸，对啊，我的饭拍真的超多，超开心的。艾弟最实在，小虾怎么这时候炸出来了呢？你就不要玩穷游戏了，你就发文嘛。可是我没有发文，但我还是偶尔会发限动。对，使用时数变多少我也不知道、欸，就比较少开啊。至少比以前有感的少开，就我以前会就是一直想说，就是我还可以干嘛，对，然后我就会一直看，比如说排版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现在就是想到，然后想发再发。啊，亮笑说。对，我还是会努力跟，但就是快乐的跟。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好像划过深藏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相信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谢谢小 Dragon 的爱心小蛋糕。
就很棒，就很棒，我就棒，会反应到我，可是我都打很少内文欸，但就比较对。三崎生又来个例子，你会觉得想怎样？什么意思？小镇包子没吃过欸，下次可以挑战早点睡。我也觉得，我下次要开始挑战这个。风格很像，风格很像。嗯，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风格一定都会有些微不同之处，那就是每个人魅力的地方啊。风格，你大风格一定会跟别人撞，比如说可爱型啊、成熟型啊，那种大风格一定都会撞。可是你要怎么把你的特色、你的那个就是那个风格做出你自己的感觉啊，那就是你自己的特色，就是你自己的闪亮点，懂吗？来跟看看什么意思？有睡宝宝一下，谢谢抓肯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他现在不要睡，对啊，我们都睡成这样，那很好欸，这样你们也不会等我发文，大家都有好好睡觉，很好，赞赞。有烟酒厂啊，所以有人是喜欢我讲话的声音吗？没有吧，有人会喜欢我唱歌的声音可以理解，但没有人会喜欢我讲话的声音吧。梯子铺位才不会发光，那有吸油就不会发光，而且我最近很认真喝水。谢谢阿 Kira 的告白气球，谢谢。哦，我不要走开，我没关系，我可以玩开，不要走开。比较少人喜欢我讲话的声音吧，大家唱歌的话会有，但我讲话平常就破破的，可能因为我没有就是然后用力讲话的话，就是声音的话会讲这样，然后但我平常都这样讲话。会不喜欢哪里啊？晋升现在快2.8，对呀，自己怕不喜欢，对啊，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不要苦了你们，也不要苦了我，可以讲话很可爱。是腔吧，但声音还好，声音不可爱啊。我喜欢你学平安讲话，你是说这样吗？李佳丽，哈酷，你装什么可爱，邱平安？哈哈，我声音很低，所以很喜欢栗子讲话，很可爱。我也很低啊。现在大家早起不早睡不行。李佳丽，他要讲什么？李佳丽，你要不要来我们家玩？我很想你哎，你赶快来啊！哈库也在，李佳丽来了。佳丽，大舌头，啊，你过去，李佳丽，我在家里很无聊哎，你要不要来我们家？三个字都中音，什么意思？跟他说，对啊，他会爬起来睡醒说，我好想你们，什么意思？有反应就不像平安。需要陪伴的小学生就很撒娇，对啊，大人模样身上一身帅气，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子，没有，可是他就是想我们，人家想我们不行吗？就是太孤单嘛，没有，他就想我们啊。好啦，差不多来念榜咯，大家我们还是不能太晚关，对，我们都这么撒娇，他就爱塞那呀。平台朋友越来越多了，会不要我吗？不会啦，羡慕。我有平台塞那哦，
羡慕吗？那些年错过的那雨，念榜喽！先来收一下这个笔。我的勇气。漏风的是李佳琦，他才漏风啦！秋明才漏风啦！益生菌。嗨嗨，期待握手会。太秀了。谢谢命的告白气球，耶！拜拜，记得还 QQ，OK、OK。我最近很努力喝水，大家赶快成长。我逼自己喝水。谢谢数学课本，救救你哦！谢谢，谢谢夜风明月的红玫瑰。你超棒，谢谢，谢谢。对，嘿嘿，耶、yeah ！对，我最近很努力喝水，我为了我的皮肤着想，跟我的健康着想，我每天都逼自己喝水，我已经逼自己喝水很多天了。对，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喝水，但我逼自己喝水。谢谢 Popo 的告白气球。对，我觉得喝水这种东西最需要人家鼓励。你知道喝水这种东西，不喜欢喝水的人他就不会喝水啊！我就不喜欢喝水啊！那我为了皮肤着想，我才喝应该有一个礼拜嘛，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礼拜，但我觉得我觉得我皮肤变好了，一定是错觉，但就是开心。早睡就加油，加油，改喝温水。但我是真的爱喝温水，我真的觉得我很像老人。谢谢虫的告白气球，喜欢吃咸食，然后喜欢喝温水，然后还会喜欢干嘛？那你有睡美容觉吗？不太会。可是我如果累的话，我就睡回笼觉。嘿，白皙，谢谢谢谢卢老板，谢谢林果的带你去流浪，耶！睡眠加水肯定有吧？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早睡，但我会加油早睡的。我如果要早睡的话，我要先改掉我每次都播超时的坏习惯。对，老人不会喜欢吃重咸哦，好吧。喝水会变聪明？喝水不会。喝水会变聪明的话，那我一定就是跟大家说水要多喝。嗯，好了，我要念榜了。大家我要念榜，我真的要念榜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说这么多次念榜吗？但你们才有时间打那个啊榜的内容，不然我们都会来不及打。喜欢吃养生，但我不喜欢喝那个什么。鸡汤什么中药那种不爱，我爱喝鸡汤，但我不喜欢说人参鸡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哦，蛮聪明的。Eddie， 你思考什么？你思考什么？谢谢伯承的我的观众，当然我就贴心啊。很短时间够，还敢说？这样有没有像那个副将？你的眼神，副驾，谢谢直播，马丹尼，马丹尼，副驾，确呗，啊，眼睛好酸，好了，我要念榜了，米娜桑，我要念榜了。现在还有谁在播啊？是不是很多人？还是没有什么人？加一元多一件。路过了学校花店，荒野到海边，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还会到繁华世界。跳舞还会被说不够凶，什么？你说没活力吗？力敌胖哦。嗨，小迪，爱你哦，嘛。对，然后我就是隔空跟他说爱你哦，嘛。好了，我要念榜，念榜，耶、yeah ！
第一名是还没跑出来，第一名是 Eddie。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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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 Eddie， 我们的一二月份寿星，一二月生日会的寿星 Eddie， 哇哦！嘴巴动起来，嘴巴你不可以休息。谢谢 Eddie， 谢谢 Eddie， 敬请向我退票券。哇，2019一月，好久了。好久没跟，还是跟一下。可要说什么好啊？谢谢莉姐，成第三次了，莉姐真的好。第一次的时候有跟到，恭喜！为了生日要真的好，莉姐这次生日也一直也希望可以不再当分母，祝你当分母，祝你可以当那个分子，对吗？分母分子，哇，完蛋，我的数学该不会连这个都要还给老师。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看到飘飘呢？请帮我跟他说很想他。还是我们哪一天就是擦擦，就这边飘飘了，没有了，就吓你们。直播完全把渣属性完全发挥了，大家的饭水好像大家滴起来，不行，叫你不可以说这一句，哼，叫你不可以说啊，不行啊，不要让你说，我现在不能笑太快，不然那个哈贝冷气，哦不对，这不是冷气，哈贝细气，对，没有四颗牙齿，对，哼哼，谢谢。谢谢第一名的 Eddie， 谢谢 Eddie， 耶！谢谢第一名的 Eddie， 谢谢。第二名是数学课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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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正妹，期待我整完牙变大正妹。我的痛苦已经结束了，虽然未来可能还是会再拔水平智齿，但感觉近期应该先不会遇到。谢谢。今年生日当然不行啊，要等到生日的那个月份才可以，不可以预知生日快乐，不行，ダメですよ。生日会就是他期待，每一次都要期待，这是我做过最久的企划，坚持最久的企划。谢谢第二名的数学课本，谢谢第二名的数学课本，谢。第三名是娱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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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娱乐，谢娱乐，谢谢。如果是男生开的条件，就完全是自己啊！果然莉莉的眼光跟我一样，小鼠。结账奶油沾到鼻子，那个就是爱吃，然后结果那个他皮咬不下去，硬要咬，然后结果他就沾到鼻上，嘿。好想看公园，真的是希望世界和平，疫情赶快消失，谢谢娱乐，也祝你生日快乐哦，生日快乐，一二月生日会的寿星，谢谢第三名的娱乐，谢娱乐，谢谢第四名是林果，谢林果。哎呀，我的天，他们好的，那，下一次生日会是真的三年过来了，越来越多人来了，希望可以更多，翻倍成长，希望未来要可以有很大的那个，很大的白板来写它，都写不下那种。谢谢林果，对啊，已经没有上次那么不舒服，但还是有些微的不舒服，对，但就是对，现在头也有一点。
就是他就偶尔痛一下这样，可能因为讲太多话，对，赶快等一下，赶快休息这样子。谢谢第四名的林果，谢谢，谢谢林果。第五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耶，圆滚滚。这好像已经不是滚滚，这是鼓鼓了，鼓鼓励。谢谢第五名的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谢谢。第六名是包子，谢谢包子。下礼拜直播时间是是什么时候嘞？好像是四跟五哎，好像是四跟五呢。我、哦、这声音突然像那个啾啾妹，你们知道吗？那个啾啾妹，那个一个插画家。答应啊，我要我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今天应该不用打新的，为什么？为什么？等下突然间抽筋，为什么？为什么不用打新的？你看了我四颗牙都不见，你没有新的可以打吗？算了，我不要再自己笑自己没牙齿这件事。万一大家未来都注意关注在我的没有牙齿这件事情上面，有点可怕。谢谢，谢谢第六名的包子，谢谢包子，谢谢。第七名是钟莹，谢谢钟莹。昨天穿久了吃饱，我有努力吃，对，我很努力在吃东西。虽然它上的有点快，撤的也有点快，但我已经尽我的速度吃最多了。第几日可以？谢谢钟莹，祝你1月20生日快乐。那现在是过对一二月就是过整个月，我们家生日都过整个月的，但你们可以过整两个月，这样也不错吧？ Yeah. 谢谢第七名的钟莹，谢谢钟莹。第八名是明喵金鱼，谢谢明喵金鱼。就其他都是假，原来如此。明喵什么时候生日呢？之后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直播生日会啊，参加一波。丽丽帮你庆生，这样这个头发怎么有点长？谢谢第八名的明喵金鱼，谢谢。第九名是博晨，谢谢博晨。昨天春酒吃的如何？大家怎么都问我吃的如何？你们很怕我饿到是不是？隔天要实习啊，也太难过了吧。对啊，那个韩寒的生日会大家记得去哦，要记得去韩寒的生日会哦，他一定会很期待很期待很期待，大家都可以到。都会去吧，会去的举手，不去的举手，这样我才可以劝你们要去。耶、yeah. 谢谢第九名的博超，谢谢。第十名是命，谢谢命。很棒的偶像，加油！好，我会加油的，谢谢命，当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偶像。谢谢第十名的命，谢谢命。第十一名是婆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渣男。嘿，没有啦。我呀，弟弟，当然不行啊，不行啊！只有我跟娜娜前辈可以，就你不行。耶、yeah, ，我跟娜娜前辈都可以，而且我们还都坐拥后宫。对，你知道坐拥后宫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而且我不杂，我只是跟大家都很好，懂吗？谢谢第十一名的泡泡。对，我没有很杂，好不好？我是跟大家都很好，我们感情很好、啊。谢谢第十一名的泡泡，第十二名是 C Curly MK。
祝福力真的被你的很好，还有很多铁粉，哇、哦、哇，已经是很厉害哎、欸。好，我会跟暖暖 boy 一样，在寒冬里温暖你们的心，然后还会有很多铁粉。不行，后面那句真的是，后面那句真的是很搞笑。谢谢谢谢第四名的 Secret MK 耶，谢谢谢谢第十三名是阿 K 啦，谢谢阿 K 啦。天哪，生日阳光，明天笑，笑笑笑，吹笑笑颜，怎么比较可爱？好，都被我笑这样，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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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雅，我把秋雅地方遮起来，这样要卡哇伊，卡哇伊哟，卡哇伊，耶！谢谢，谢谢第十三名的阿 K 啦，谢谢。第十四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感觉在里面是个人家永远就很有食欲。哎，我已经有在变小了，我的脸虽然看起来还是很大，但他努力在变小了。吧，应该吧。谢谢第十四名的欢迎战士，谢谢。第十五名是豆科，谢谢豆科。晚安，晚安。对，虽然大家都说这是自肥企划，但其实我真的是，对，我还是爱咸食多一点，因为今天给我白饭蛋糕会吃得更开心。对，虽然它都是淀粉，对，耶。接下来谢谢第十五名的豆科，谢谢。第十六名是玉安，谢谢玉安，谢谢。那个面面也太震惊了吧！好，我来念，大家稍微看一下。祝我当保姆，不是祝你当分子，回来上课才做不错。还变嗨了，对啊，新的呵呵，为什么要呵呵？为什么？不可以呵呵，好瓦哥，你不可以呵呵，不可以呵呵，呵呵打妹，不喜欢。二月九号，他刚刚说好像不是上面的，那请劝我，劝什么？当然会去，赶快去啊，赶快去，笑笑去啊。笑笑，你不可以只爱小慧耶，你不是三九推吗？三十九推笑笑，要去，会去不去都举手吗？都要去啊，都要去，不然就感觉不能吃东西，一直叫一下怎么那个称职的滴滴，我也不知道耶，只有我可以当，你们不可以啊。童话里有渣男，最强小三，我也要做有后宫啊！我也要有后宫啊！我也想要有后宫啊！哼，这句对啊，那个 CKU 大大很厉害耶，可以带人来。孟宝要参加韩寒的生日会吗？先打枪你可以吗？当然不行啊，他不是三九，你要更新一下资讯哦。ごめんなさい，笑笑好看，你这边都看资料都是假的，那之后可以起来我的台参加我办的生日会。你有没有？你太渣啦，我哪有渣。好了，我们最后唱名就要关播了。一二月直播粉丝生日会，耶！花生肉里，博维四号小叶 ，River Akira 娱乐游戏 Hero， 阿贵灯火 CKU， 米优人格草莓奖 Eddie 哈利森，中影红叶酷美 Pet， 少凯梦宝命，人好小舅 Alex， 可乐王的细胞，然后还有林依妮阿杰迪耶，祝大家生日快乐，生快耶！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耶耶！好，大家拜拜啦，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哇耶耶耶！用行政参加第二年，请未来也要都一起参加哦，耶，拜拜，拜拜。